哔哩哔哩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想你们的张艺兴。我放的彩虹屁堪称一绝。什么时候开灯秀腹肌？他们想什么时候？你们定个日子呗。这什么鬼啊！狼说不要客气。我一定要在音乐上面做出一个不一样的麻婆豆腐，能不能？很厉害吧？有没有找到自己是霸王龙的感觉？我怕抖得太厉害，把这个楼给抖掉了吧。抠完脚之后，别忘了洗手。